我对你很感兴趣，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我叫赵锦欣，锦绣的锦，辛勤的辛。黎硕，黎明的黎，硕月的硕。我喜欢你，我想睡你，我哪错了？锦欣，正常的和我交往，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。是叫李成秀吧？你调查我，你该被我杀。你疯了，清醒得很，胆子倒是不小，敢拿我的主意。你有这么为一个人着迷过吗？只是一种不经思考的没有分量的欲望。刚才你西装革履一本正经谈判的时候，我多想把你的西装扒下来。我想见你，现在我就在你家楼下。林叔叔，我还有几秒钟能见到你呢。你喜欢我吗？没错，我喜欢你。但是，李叔叔，我就知道你喜欢我。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。以身相许怎么样？快把头发吹干了，不然会感冒的。我要李叔叔帮我吹。少泉是你表哥，是他叫你来接近我的。你怎么敢这么耍我？亲爱的嘉宾，晚上好。刚刚我们收到了一份来自祖国的贺礼。你小子不会真的喜欢您的侄子少泉精神？你烦，你忍着。赵锦旭，我还没玩够呢。我有点好奇，你大概什么时候才会玩够？我不想再继续这样的关系了。你真以为我是待宰的羔羊吗？你给了我一个文件袋，我还你一个文件袋，很公平吧？你别走，你说不要走，我求你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？我错，我真的错了，李叔叔。等你成长到担负得起一生一世的承诺时，可惜那个人不会是我了。为什么要逼我当一个混蛋？你本来就是个混蛋。可我真的不舍得让你知道我有多混蛋。说的服不服啊？我大学时候啊，是职业网球选手的水平。宝贝儿，输个球哭什么呀？你是不是一直在耍我？其实我今天是来跟你道歉的，是我没有好好考虑你的心情，对不起。这种事我自己，这事你应该主动告诉我，而不是让我自己查出来。他们要的是钱，不会把我怎么？不可能。琪琪，你会怕黑的。李叔叔在担心我吗？我留下，不放心的话可以把我绑起来。明天12点之前拿着钱到指定地点。小琪琪，敢报警知道后果。去死吧。小心。锦欣，锦欣，李叔。
叔叔，我家停电了。我还有事。我怕黑。你多大的人了？大人就不能怕黑吗？晚上没有人陪我，我都要开一盏灯睡觉的。你为什么怕黑啊？小时候去冲浪，被冲浪浪打到头了，失明了几天，从那之后就怕黑了。李叔叔，我要趁人之危了，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啊？前两次你是认真的，我没有珍惜，这一次换我来认真，我会牢牢抓紧你的，绝对不会放手，让我们重新建立信任吧。你知道我现在无法拒绝，所以我才要现在说呀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后悔，我最后悔的是没有在见到你的第一眼就向你求婚。